快，快！大小姐，你这是做什么？大小姐，你是圣灵教的大小姐？对不起，我不是有意隐瞒你的。站住！看你们谁敢上前！大小姐，我们是奉教主之命行事，请您不要阻拦。今天有我在，看你们谁敢动他！大小姐，你先是借故接近我，然后又三番两次的帮助我，取得我的信任，还假装喜欢上我。然后你们悄无声息地杀了奶奶，又抓了我。你们的配合不是可以说是天衣无缝啊。我不是要你有意隐瞒身份，我不知道奶奶会死，你是相信我吗？多谢大小姐三番两次的救命之恩，若有机会我一定报答，可我与你们无冤无仇，为何就是不肯放过我？18年前的时间我一无所知，若有来生，我一定让你们血债血偿。你们送太小姐回去。教主，怎么样了？那小子跳崖了。什么？跳崖了？